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夏天宇，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家 room tour， 来吧。从一开始这边进门处这边，其实呢，我小时候其实梦想成为一名攀岩家，所以小时候就做这个，希望可以一直练习攀岩。结果是没什么兴趣，就想说来练习丢橄榄球，所以这边其实跟风水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它是用橄榄球来得分的。差不多是这样。我记得这里面有两条鲤鱼，我那出发前的时候大概长这样。我们现在看它长多大了。天哪，你看它长好大，变这么大。柯姐今天全身打扮，其实非常非常有气势，这个笑容是充满了自信。来，柯姐，麻烦我们看一下左边，看一下左边，跟左边这种打个招呼。右边，哇，好配合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再不走的话，我们就要叫警察来啊！哎，我变成我们错了，本来就是你们动手动脚，动手动脚，不要动手动脚。哎，救不了，聪明人，不要动手，你们想动手？我已经被抓住了，然后我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，然后他就很凶的，然后一转身看。就是我们本来是去抓他，然后他突然转过来就说：“好了，那别打了，我们回来。”我不许你这样，我说你，我就是说你，你跟你女儿还是死鬼老公，全家都是骗子。哎呀，死鬼老公，你在说什么你？那个人是谁？妈，我不许你这样说他，不要一直说你是骗子。嗨， Hi， 大家好，哎，我今天结婚了，不是，我今天没结婚，是女儿结婚。因为我们有多久没有，一起工作？哇，17年有。有这么久，我觉得都是前两天的事情。哎，你们戏里嫁给我？有啊，有。那个、七夕花，七夕花有嫁，对，被你虐待。对，这是第二个，在花戏里面有嫁的，那这次是，哎，在演夫妻这样子。蛮有默契的，我们就是合了很久没有合作，但是这一次一碰到就是那个熟悉感，对，很快就。所以我刚才说，对，很快就历历在目。哎，干嘛动我动脚那个？好，看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以为他会撞到掉下来，就他就掉在上面呢。困扰。哎，你看我的姿势，我。收腹，收腹，一只手这样冒出来，然后虽然我记得是这样嘛，对对，所以我就怕这边好，你别踩到我的脚啊，你的脚开一点，这好像老飞少那个。不要这样，很不稳定，从那边不要推到我身上。遥控器嘞，不好意思，我操心了。记得要看鞋子哦。再见，我不行了。